思不真，每日灵修。经文：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撒母耳记下23:5。这约是神圣的约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与我们立约的是上帝天父，这位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创造主。他从高天宝座俯瞰世人，且伸手与他们立约。这位自由拥有、全知全能、超越时空的上帝，愿意与我们立约，这是怎样的恩典？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他不是与别人立约，乃是与我立约，这是很重要切身的一环。若圣灵给我这样的确据，那么救恩一定属于我。永远的约意味着无始无终，直到永远。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有这样确定的应许，是何等幸福的人生。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在这动荡不安、不确定的时代，能有上帝永远的约做我们的依靠，是何等的福分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